这是一场活动，释放烟火，连续发射，疯狂乱炸。围观民众从一开始好奇拍摄，但烟火炸到脚边，一大票人吓到后退再后退，烟火不止射向空中，平行乱射炸开。哦，这炮乱射。 从另一头更拍到红绿烟火瞬间炸开，地面上火光四射，所有民众吓到躲开。炸到弹药箱。庙方人员赶紧拿矿泉水灭火浇熄，心惊肩，阵头队伍也停了下来。吓死人了！大家全部吓跑了。啊，这烟火前安尼啦，讲叫阮爱甲飞西车啦。伊迄炮，阮是叫卖放遐济，迄炮要下去边仔要空调车顶啊。啊，伊还袂空，伊就遐炮先放，放个无细，伊煞伊啊引着边仔遐个炮。 都倒海。灭火活动就在台南永康区，其他庙方表示，现场原本只释放3到4盒烟火，释放时没注意到火烟太大，旁边鞭炮不慎引燃，烟火四射，场面失控。依这个影片，这个疑似民众堆放爆竹，已燃这个爆炸。有关这个影片内容，这个经影片判断是一般的烟火。认定灭火活动产生利益污染物，我们后续会查明。 行为人之后，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规定，处10万元以下罚锾。灭火当天释放一般烟火，虽无需申请，但环保局从现场研判，明显浓烟将依空法最高可开罚10万元罚锾。灭火绕境烟火助阵，全部瞬间引燃炸开，威力惊人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陈于安台南报道。